my love language is your time and attention. Won't you give some of it to me? I've been lonely lately. I've been feeling neglected, and I want you to show me. Can we get back on the same page tonight? Can we stay? And why don't you talk to me, talk to me? Let's start a conversation. When you spend your time with me, you speak in my love language. Talk to me. 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是 Memory Day 的第二天。我们俩之前没有提前做准备，所以附近的所有的小长假可以出一天那种玩的地方全部都约满了，都爆满，就是什么房子都买不到了。那我们俩就很懊恼，然后昨天做了一天功课，抢到了一点点可以玩的地方。要去的地方叫纳帕，然后呢那边是一个酒庄聚集地，有很多特别漂亮的酒庄。我们约上那边最火的一个酒庄叫爱之堡酒庄，是吧？爱之堡，对，然后就是他应该会给你六种酒，然后可以挑六种酒品。我们先去那边的一家 brunch， 纳帕那边好像美食餐厅啊什么的巨多，遍地米其林。然后我找这家是叫 RH， 然后好像吃 brunch 很好，大家都很推荐，说很漂亮。Avocado toast， 然后呢，这个是 truffle fries。上面有，看这是不是真的白松露？你觉得是吗？它上菜单上写的是黑松露。嗯，是吗？对。然后你这是什么 ribeye？ ribeye， 然后外面是烤的 garlic toast。Yeah， 看起来。好，开吃吧。吃完饭，然后离我们定的品酒时间还早，现在11点，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小公园，这有一个小公园，然后我们自己也带了一个毯子来坐一会儿。看这只猪已经躺下了，它好像很辛苦，不是好像，它确实很辛苦，它很累，它要休息，只有我自娱自乐。刚刚没有机会好好说一说我们吃的那几个菜，我觉得非常好吃，5分我可以打4.5分，整体黄文可能只打了4分。嗯，4分甚至3.5分。他吃的还没有我吃的多嘞。啊，那家的装修确实很好，但我们没有怎么照相。他那里面也卖家具，然后那些家具的价格都非常高。多少钱？一个落地的灯是1000刀，一个大挂灯是5000刀，一个镜子也是1000多刀。那是我们能消费得起。啊，我们现在就要去。如我所料啊，消费不起。去山庄了，好好开车哦。I remember when my mother would kiss me goodnight and tuck me in.We would pray together. I recall a day a stranger had told me to not let my smile fade when the world was prettier. Oh, my innocence is gone and I feel a cold front on its way now. I remember when the devil on my shoulder told me there'd be a day where I might suffocate. Running fast, pressure's on, and I can barely breathe. I said goodbye to the days of playing hide and seek. Running fast, pressure's on, I need some air to breathe. Can't go back to the days of playing hide and seek.去爱之堡品酒，一个漂亮的城堡，和爱的人一起去爱之堡哟。爱你哦。这正要进去，然后发现这有一只孔雀，你刚刚有没有看到？对，就在这里，在厕所对面。它在干什么？
大家看能发现几只小动物？几种小动物？几种？嗯，在叫什么呀你？我操，这只羊，这是火鸡。这是火，这就是传说中的火鸡啊。虽然酒我都喝不太惯，所以你一直在吃什么？巧克力。你在吃我点的巧克力。还好我点了一盒巧克力，我也雪崩。我觉得还可以。那你加油。微微涩手。我拉倒，我刚刚都要哭了。还可以。可屁！我刚刚快喝哭了。这些今天都是我喝的，他就没喝几块。每一种来两箱。Feel a cold front on its way. Now I remember when the devil on my shoulder told me there'd be a day where I might suffocate. Running fast, pressure's on, and I can barely breathe. Hi. One, two, three, four bottles. Yeah, four bottles. Right here. Oh my. Great. Thank you. Here, let me tell your thing and we get back to you. Here you go.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我们买着酒喽。好多呀，不知道的以为我们是酒徒呢，但其实呢，就没有。其实里面只有一瓶是酒，只有一瓶低度数的果酒，其他三瓶都是朋友们买的葡萄汁。我们就是如此不同。我们准备走啦，大家一看，看看这儿的葡萄园小动物，拜拜！来到这家 Ad Hoc 来取我们的炸鸡啦。这家店也是 French Laundry 主开的另一家店，然后听说它炸鸡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炸鸡。那炸鸡大号的，我要去上个厕所。我们又来到了上午的公园，这会有一个椅子，有阴凉，我们要野餐了。小可爱，打开我们的大炸鸡，你一定要把它吃完哦！我天。跟麦当劳全家桶似的。嗯，还蛮香的。可以。可以。准备开吃吗？洗个手，火儿。不好吃，别怪我啊。丝毫不油腻。有味儿吗？它没个酱啥的，没有味儿，很有味儿，不需要酱，很有味儿，完全不需要，它本身香味就已经很香了。咱们是不是取晚了？有一点，对，有一点晚，所以好吃，那不热了都。嗯，但好好吃。吃了一半之后，决定去开一瓶我们今天买的红葡萄酒，不是红葡萄酒，哦，是 sparkling grape juice， 哦，这 sparkling 的，对，
红色是 sparkling， 我们就对嘴喝了，绝对的喝了，完美，开干干，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拜拜。